老婆，哎，你在家戴口罩干啥？你看我在搞什么？哎呀，我去，大肠，我的最爱。我不想影响我的食欲，我这会儿准备卤大肠啊。媳妇儿，给我做个蜂蜜大肠就行了。肥肠粉，蜂蜜大肠，就服了你了。烧一锅水。好的。哎呀，这个味儿简直了，吃的时候是真香。大肠冷水下锅，加生姜、料酒，水开煮5分钟捞出。炒糖色，冰糖炒到这个程度就要关火了，要不然一会儿容易崩油。等锅凉了再倒水，要不然滋的哪儿都是，烫手了。全靠余温也能把它发起来，如果温度高了再给这边加点凉油，这个糖就不会烧糊了。糖色晾好后加水，加卤料，放生抽、老抽，嘉哥喜欢辣卤，再给他放块火锅底料，喜欢酱香的可以不放这个，加一大勺盐，放入刚才焯好水的大肠，大火煮开，转中小火煮1个小时。咦，媳妇儿好了没？呀，你是闻着味儿来的吧？你咋知道？好了，碗底儿放榨菜、生蒜，来点花椒粉、胡椒粉，一点油泼辣子，再加2勺卤肥肠的汤汁儿，开水里烫一下粉儿，煮好捞入碗中，有高汤加高汤，放上切好的肥肠，撒上香菜、小葱。嘉哥吃饭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忍不住了。嗯，这不你这肥肠卤的太香了。嗯，这肥肠颜色美得很。嗯，香。辣卤的肥肠就是好吃。好吃。嗯，对了，媳妇。嗯。你吃饭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呢？我说你切一点肥肠不给我吃啊？所以我馋这口好久了。想吃饺子。那不是怕你辛苦吗？哎呦喂！本年度听到的最虚伪的话，就是你这句话。老婆辛苦了。没事儿。